猪套肠。太香了，哎妈香。妈，两天没吃饭了，饿死了。好吃。
冒着热气儿啊。用黄焖酱料做到黄焖肉盖饭，色香味俱全，好好吃呀。做法非常简单，把肉炒香，放上水，再放上一包黄焖酱料，大火煮15分钟。之后再放入土豆、香菇、胡萝卜丁，营养更丰富。大火收汁，色香味俱全就出锅了。盐、生抽、鸡精等任何调料都不需要放哦，非常简单。最后有视频教程，省时又省力，人人把你夸。翻炒。加水。放配菜。揭盖出锅。把子肉。好香。那么太香了。太肥了，太嫩了，太软了，妈嘎嘎香。软烂，这样的肉是最香的。